今天的主题里面嘛，我讲你们要小心，有 一种基督化是不能传基督的基督化。通常我发现有两种，不太健康的基督化观念或者基督化生活。第一种是什么？我常发现呢，各位注意那个连接，我要解释。我常发现特别我们活在都市社会的人，都市社会的繁忙需求冲昏了我们的头。这些冲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在这个世俗世界里面，我们很多的软弱无能，所以我们一去到教会的时候呢，我们什么都不要想，我们就像坐在教会开心，坐在教会听到，然后很舒服的沉浸教会的那种很舒适的文化，被接纳的文化。各位有没有当然我不是说你要来教会得安慰是错的，对不对？但是我现在要跟你说的，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我们也起码以教会为中心，也希望能够多爱主的也喜欢来教会的人，我们是怎样沉浸教会的文化你一定问各位， 你星期一到星期五你有一个仇敌叫世界，叫都市，我们讲现在的人 city， 对不对？这个都市的挑战有几种很厉害的。第一种挑战是时间的限制。各位现在什么东西都是讲时间，讲快，讲期限，讲 deadline， 对不对？各位有没有感觉你在这样的新加坡社会 你就活着的时候，哎呀这个时间过了什么都还没有做，家务还没有做孩子功课没做完了，这个没有做，你心里就急了，对不对？那种急的心里面然后呢你就一直想要要怎样的都要策划，都要安排，都有，当然这些都需要，但是有时候到一个地步呢，你被时间追赶，你知道时间追你，你不能靠信心来用时间。所以有时候我也想，我们真的需要这么忙吗？对不对？还是我们去多想然后造成我们很忙？有时候，但是那个都市的文化潮流环境是那个时间是这样，睡时间，然后时间第二是什么？体力不够。各位现在睡多少个小时？体力累六个小时累，主日要睡到12点也不能，就是累。然后有时候你们要来周间聚会，我知道 很辛苦的，除了你整天上班，其实比那个更难是什么？你想到另一天要早起，其实你一想到另一天要早起的时候呢，整个来聚会的那种力量精神那个积极感什么东西。所以你们不信的话，你们看如果星期三是 holiday， 星期二你们来门徒培训的心情是很好的，很松的，那这是一定的，因为你想到那个东西，那就是说你靠着你对主明天的认识不用上班。但是一般上星期三没有 holiday 的时候呢，你真的要靠信心，要信心然后这样来参加。所以体力的时候呢，这个体力有限，然后加上你的精神这个精神的有一些感知你知道很难成熟。然后人在这样的情况呢，你就会慢慢变得很冷酷了，因为时间冲你嘛，然后体力不够嘛，然后事情要做嘛，你就冷酷各位看，有时候呢你们回家的时候，你们看到灵舍笑都笑不出的，对不对？你看每个人来像僵尸脸那个进电梯就看有些人是拿手机一直这样做，其实这种是一种减压，你要 distress， 对不对？因为你已经太 absorb 这很多的东西，你一直做你没有办法，所以那种冷酷的那种性情，当然你自己也受控告，因为尤其是我们基督徒我们这样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也不好受，我们知道我们没有人情味我没有开耳朵听我们家人或者朋友们讲的话这些，很多时候我有很多非信徒就没有接触他们你心里面也感觉到那是无能为力，对不对？那在这个三个的情况呢，这样冲击你的时候呢，然后你来教会了，来教会的时候哎呀什么都不要想，我就领受神的话然后呢跟弟兄姐妹在一起不用戴面具，所以呢这种想法就会来了。那这种想法呢，我可以说对也不对。各位你们了解吗？对也不对。为什么牧师这样讲？对是因为的确我们来教会是要得安慰的，神是我们的牧者，安慰我们，我们众圣徒一起看见神长阔高深的爱，这是需要的，对不对？人的心灵不能没有滋润，你星期一到星期五你这样被摧残的时候呢，你要被滋润。但是呢，你得安慰同时也要得能力，你要得什么能力？
就是你来到教会的所听到的道，得到的安慰，对不对？然后给你在听信息当中呢，主啊，我现在星期天主日完回去之后呢，我要怎么接触飞行，我要怎么胜过那个忙碌，我要怎么不是给时间追赶，乃是用信心来面对那个时间的限制。各位，这个心态是要出去的，对不对？那一周一周这样得胜的时候呢，然后你来到教会的时候，你就不会落入那种我只要沉浸在什么都不用想，不用祷告，就这样领受，跟弟兄姐妹在一起开心，然后习惯这个基督教文化。因为你不要忘记，你星期一到星期五还是要在世界里面。如果你只有世界失败教会成功，世界失败教会成功， 你觉得这种心情好吗？这种其实无形当中你被控告，心里面好像也感觉，哎呀，就是五年十年了，总是这种习惯，这种想法，这种倾向不能走出来，那你就会很无形当中觉得好像圣经所讲的很多的去十万民族门徒那种传福音的这样的经文啊，不太能够感觉到贴切。所以这种的基督化啊，只有得安慰，在教会得安慰，对不对？在教会服侍，我喜欢教会里面的那种圣洁感，不用戴面具。但是你没有得着能力来面对这个有面具的世界，面对那很残酷的那个世界的人的话，那这个你不能得胜，所以你就沉浸一种很舒服的基督教文化，对不对？但是你继续得胜的时候呢，你就产生出另外一种有能力的基督教文化，各位了解吗？所以我现在要讲的，我是从都市里面这个摧残你的、摧残你的心灵、辖制你的时间、肉体的，讲到你现在会对来教会听福音，然后形成怎样的体性里面性情，来这个地方讲。所以有时候这个是我们要祷告的第一个哈，有一点错误性的那个地方。